小一届了，她在台中，对不对？对，她来在板桥那边。她老公比我还胖啊，张硕汉比我还胖啊，那胖得跟球一样，好不好？你就是有目标，有人比你胖，所以你不见了。哦，那学弟有够夸张的呀，小我一届啊，他儿子也一样，真的啊。花脸没有啦，你要花脸的洞，那我也是花式的，这个争议也是花式的。